牵手会怀孕吗？我不知道你多大了啊，但我感觉这屋里应该没有低于18岁的。如果你过了18还考虑这个问题，我很同情你。你连手都没碰过呀？啊！但是大哥，我希望你一直相信这事儿是真的。然后呢，先跟别人握手之前要先洗手，注意安全。叫服务员，结果来的是前任。哇，是我们店里吗？服务员，来，今天你前任在现场啊？应该不可能吧？你只认识他是哪个大哥？没见着。啊？没见到。没见着啊？啊，大哥，你跟超处对象，你得主动啊，你得主动说，然后到防疫部门去报告一下。嗯，最近总是手脚冰凉，是肾虚吗？我建议你把取暖费交了，可能是缺钱啊。有没有又刺激又安全的活动？推荐一下。很矛盾呐。安全的都不刺激，是不是？刺激的很难安全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活动又刺激又安全，你带你儿子做个亲子鉴定，很刺激，但是安全啊。第一次去女朋友家，应该和谁一起睡？装逼就是准，纯纯就说中国男人就是，他想睡他不说，他含着他就装。第一次女朋友家，第一次去女朋友家跟谁一起睡？你只要不跟他男朋友睡，怎么就真的你就被他男朋友睡醒了。